仔，揀老婆同買廁紙一樣，要滑要襟。咁滑同襟邊樣重要啲呢？要平。大家收睇《麦太世界》，今日我为大家介绍一个简单又别致嘅小菜——纸包鸡。家里头嘅小朋友一定好喜欢嘅。材料系好简单，我哋只需要一个鸡包。我哋将黐喺鸡包底嘅纸小心撕出嚟，慢慢撕，咁就会得到一张鸡包纸啦。然后将鸡包纸一反反转，呢味纸包鸡就咁完成啦。系咪好易整呢？多谢大家收睇。